好了，那下面啊，我们就从咱们的第一章 best Here comes our first word. There, that is best, right? B -E -S -T, B-E-S-T, best. Follow me. Yes,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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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So, what's the meaning? Who can tell us? 你们同学告诉我们什么意思？Okay, 最好的，right？最好的。那说到这个最好的，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语啊，我们这个豪车 b a n s 的广告语叫 "The best or nothing." The best or nothing 什么意思啊？对我要么要成为最好的啊，要么什么都不做。OK，那在咱们这个 best 前面还加一个 the，对吧？我们的 best 是最高级，所以说同学们一定不要忘记加定冠词 the the best or nothing。 那同样的，相信同学们也想成为最好的。That how to do？那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说全世界有一张通行证，对，就是同学们又爱又恨的。Yes，考试考试的单词叫做，OK good 叫 test，T E S T test 考试 OK 考试。那我们说考试的内容都来自于哪儿呢？ OK，book、okay, 来自于书本当中，其实 s h a r e t 的书是来自于咱们书本里面的这些内容、文章，对吧？那这个东西它叫做，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做 text。Yes，follow me，text，对吧？我们的这个 text 它的第三个字母 s 变成了 x，所以它叫做 text 课文。那刚刚同学们说这个书叫 book。 那其实这两个单词，它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可以啊，演变为下面这个单词，叫做课本。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做 yes textbook 啊，课本。我们说一本大大的课本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张的这个 text。OK，这就是咱们的前四个单词。Follow me，best test text and textbook。OK，very、okay, good。 好了，那我们说在学习之余的话，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很好的休息。Yes，、yeah,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休息。我们一起来看，That is rest. Yes, follow me, rest. R-E-S-T, right? Rest. 那我们这个单词同时，同学们注意一下，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那在做名词的时候，我们经常一些短语搭配，Have a rest or take a rest. Yes. Have a rest, take a rest，休息。OK，那同学们啊，都喜欢到哪里去休息呢？嗯，啊，喜欢哪里啊？喜欢在在家里面，还有吗？啊，喜欢去公园，去咖啡厅。好的，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休息啊，咱们每天都要去。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句话叫，叫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我们同事来,来跟大家 share 一下你的意见的，什么意思呢？All work，对，一起来，一个人他成天工作，但是都 no play 啊都不玩，这样的人我们想一想啊，会变成怎么样？对，会变成一个 a fool，一个傻子。就是说啊，他再聪明的人，对吧？他要是不休息，他都会变成一個傻子的。A dull boy means a fool，OK、okay.。 好了，咱们接着继续来看。刚说到休息可以去哪里呢？我们每天都要去的，yes，卫生间。好、哦，说到卫生间，我们会知道这个单词。OK，大家最熟悉的 W C。那这 W 除了 W C 还有很多单词可以表示卫生间，比如说这个单词叫做 rest room，很好理解吧？rest 休息，休息的 room，休息的房间，卫生间，rest room。 Yes，那除了 restroom 还有没有其他单词可以表示卫生间呢？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说卫生间对吧？它除了叫卫生间，还可以叫厕所、洗手间啊等等。Yes，我刚刚听到啊，有同学说到，OK，说到厕所，厕所叫 let, 把 let, t, toilet，把 toilet T O I L A T toilet，any more？OK，good，、okay, 洗手间对吧？叫 Wash room, OK，洗手的房间。Wash room, OK, W A S H，对吧？洗叫我们的 room，wash room，还有吗？Yes, bathroom, OK, bathroom，浴室，OK，浴室，浴、okay, 室，bathroom。室室 room, 我们来浴室，那这几个单词：toilet, restroom, washroom, bathroom, OK，啊，它可以表示什么的？卫生间。 好了，那说完这个卫生间的话，啊，那我们来说什么呢？嗯、啊，说到卫生间，我就想起啊，我以前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这个考场上，对吧？考试的时候，啊，突然非常想上厕所啊，这个时候我的心情简直是 terrible，so bad。相信大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ight？So you must be 啊，焦躁不安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叫做，yes，大家一起来叫、哦、，rest。 Yes. Rest less yes restless okay rest 休息哎休息怎么变成焦躁不安了呢？肯定跟后面这个 less 有关。 Yes，那 less 在我们的英文里面，它有一个职位叫形容词的否定后缀，对吧？第一层意思啊，它表示是一个形容词。OK，形容词。那第二层意思呢？啊，表示对前面这个单词意思的否定，表示 no。所以说我们说 rest 休息啊，想一想，今天你要上课上十二个小时不休息，对吧？那肯定会抓狂。So you must be restless, restless. 好了，那我们说休息好了之后呢？啊，大家可能要出去补充体力，要吃吃东西呢。那去哪里呢？就可以去我们的饭店这个单词叫。Yes, that is restaurant. OK, restaurant.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记这个单词的。OK，我们看一下，rest 休息对吧？饭店可以休息，最后三个字母 a n t。Ant, OK，它其实是一个单词。 啊，一种小动物。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说蚂蚁要搬家。a n t 啊 a n t 在一个叫 A U R 的饭馆里面 rest 休息，这是咱们的 restaurant restaurant。Rant, rant, OK good。那刚刚说的是咱们人要休息，那我们动物时间万物要休息，那动物在哪儿呢？OK，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引出一种动物，非常狡猾的，有没同学知道？ OK, good，我们的狐狸对吧？那狐狸用英文怎么说呢？叫做 fox，right？OK，、okay. 狐狸叫 fox，F O X。那狐狸在哪儿休息？嗯，Yes，在森林里面。所以说我们要说下面这个单词叫森林，我们来看叫 forest，follow m e f o r e s t good，forest good.。我们说这两个单词对吧？fox。 啊，在森林里面休息 rest。但是，同学可以发现，这两个单词一结合，哪个字母不见了？Yes，X 不见对吧？我说 X 这把大叉对吧？这两个单词一结合就变没了，就成了咱们的 forest。OK，好了，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咱们的核心单词 best，right？OK，best、okay, 刚说咱们成绩要好，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休息。那其次，我们要还干干嘛？ Yes，我们说啊，身体要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身体好可以怎么做呢？啊，我们需要 exercise，需要这个做运动，做运动。那做运动的时候，很多同学就喜欢干嘛啊？练自己的腹肌，练自己的马甲线。那下面这个单词我们就讲到啊，叫马甲。OK，马甲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同学知道？ OK，其实啊，马甲说是文绉绉的，对吧？其实是我们穿的这个小背心啊，这个汗衫。看一下这个单词叫 vest，right？OK，vest、okay? 为什么是 V 开头啊？我们想一想，vest 它很多时候都是干嘛？它都是啊，这个 V 领的啊，V 领的，所以说它叫 vest。但是同学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字母 V 它的读音，就我们的上牙齿轻轻咬住这个下嘴唇叫 vest。 马甲，OK，好了，那我们说啊，下面来说最后一个单词。我们刚刚说练马甲，对吧？锻炼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It's very hard, it's very difficult。但是，一旦当你啊坚持过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这个单词叫做 harvest，Yes，harvest。Yes, harvest. Follow me，harvest，do it。 Harvest，那这个单词哎，它又是怎么来的呢？刚说一个困难的这个单词叫 hard，right？H A R D，right？Hard，OK？Hard，、okay? 对吧？练马甲很困难。同样的，像 forest 一样，两个单词一结合，就把这个 hard 的最后一个字母啊，o、okay? k 给它挤没了，变成我的收获 harvest，harvest Har。好，这里是咱们的啊。 这一组的单词有 best 开始的，来，同时跟我一起读一下：best，test，good，text，textbook，rest，restroom，restless，restaurant，forest，vest，harvest。OK，good best, rest。Okay,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练习，这一组单词练习，看一下 title 叫 I want to be the。 best. Okay, we can this sentence. I want to be the best in the test. By reading the text in that text the book. Okay, wen tou xin Okay, we'll yi okay, we'll xi yes. 我怎么样？我想成为最好的吧。In the t e x t 在考试中，那要怎么样来做呢？OK，就要通过 by。这里这个 by 是我们的介词，对吧？通过 reading the text 啊，刚刚讲的读课文，课文在课本里面，所以说后面是 in the textbook。我想成为最好的，那就要通过读这个啊课本里面的课文。好，我们看第二句。 I need to rest and use the restroom in the restaurant, or I will be restless. 我需要休息，然后 use 啊，同学不知道这个意思，use 叫对叫使用的意思对吧？使用 restroom 刚讲的啊，bathroom toilet 卫生间 in the restaurant 哪里的卫生间？Yes，在餐馆里面的卫生间。刚刚说了吗？啊，不去上厕所。 哦，否则就会变得 restless，对吧？变得焦躁不安。OK，the、okay, last one，I take off my best vest and harvest apples in the forest。我怎么样？我脱下，对吧？我脱下我最好的马甲，去森林里面收获苹果。摘苹果啊，这个短语 take off 脱下的意思。OK，脱下。好，这就是咱们的第一组。 best 的单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组，OK？The、okay. first word that is count. Follow me, count. C O U N D, T. Count. What's the meaning? 啊，计算跟这个数数有关，对吧？数数啊，比如说小时候睡不着觉，我们叫数绵羊啊，从一数到十，数到一百。然后说从几数到几，我们就可以说 count from two 啊，从一数到十，count from. One, two, ten. a、ah, r counts from one, two, ten. 啊、ah,，从几到几对吧？From two count. OK. 啊、ah,，我们看第二个单词。That is yes，大家都认识叫 country. Country. What's the meaning? China is a big country, right? 啊、ah,，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OK，我们的国家就叫 Country, yes, follow me. Country, okay, good. Country, 好看下面这个单词啊，在、uh, country 后面加了一个什么？Yes, 加了一个 side。那首先我们要明白 side 是什么意思呢？side 是在什么的旁边啊？Uh, 在国家的旁边，对吧？想一想，两个国家相邻中间的那个部位，对吧？都是很遥远的地方，叫做 OK。o n my path 叫做什么？ country side ar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we ar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we are in the countryside. 啊, okay next one that is okay couple yes follow me couple，couple couple 什么意思呢？叫夫妇啊，一对老夫妇，一对年轻的啊，这个情侣啊，都表示 couple 夫妇。OK，我说一对老夫妇，an old couple，an old couple。那这个 couple 它还有一个用法，OK，叫 a couple love 啊，a couple love 表示几个的意思。OK，啊，表示几个，比如说。 外面有几个女生正在等你啊！外面有几个女生正在等你。There are a couple of girls waiting for you 啊、uh,！There are a couple of girls waiting for you。几个女生对吧？A couple of girls，OK、okay, 啊、uh,？A couple of 几个。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单词叫，Yes，看一下和 couple 前面都是一样的 c o u，后面变了对吧？叫。 cousin，OK，cousin、okay, 什么意思呢？哦，呢，堂兄妹、表兄妹啊，表兄妹他们都统称为这个 cous cousin，cousin，OK、okay.。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单词叫，yes，叫 couscous，c o u s、e, c 有没有同学想到啊一个什么呢？一句话叫 yes，of course，对吧？回答某人啊，你明天要去看电影吗？Of course。 当然要去，要 sure 吧，means sure。当然的意思这、就是第一层。那这里我们会学习它的第二个意思叫课程啊，特别是指的是美国大学里面这某一门啊这个课程。那我们说上课就可以说 take a course。OK，take、okay, a course 啊，上课。take a course。OK，上课。take a course okay,。A course.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单词叫 mountain。Yes，mountain。看一下和 count c 变成了 m。啊，我画一下，大家就会很明白了。mountain。So this is 啊 mountain，right？这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就叫 mountain。我们说一座高山可以说 a high mountain，a high mountain。好，接着来看下面这个单词叫。 OK 啊，看一下把 mount 后面三个字母 a i n 去掉了，叫 okay, mount。OK，mount 那它肯定跟山有关了。它那一般指的是山的。OK，上面这个部分啊，上面这个部分是什么？山峰。OK，means 山峰的意思啊。注意 mountain 山脉、Ma, 山峰 mount。好，这就是咱们这一组的单词。OK，follow me，t OK，country，countryside。

This 是我们一个，因语你面的一个前缀表示除去向下的意思。我们说 count 有什么？有数字，对吧？数字，OK，数字向下叫什么？叫折扣。是不是商场里面打折扣的时候，对吧？大家都会蜂拥而去买东西，所以说叫 discount？discount 折扣，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单词要给大家补充什么呢？首先来看两幅图。 哇哦，wow, 这幅图大家很熟悉对吧？是咱们中国的地图。OK，这一幅图呢，看一下像是,是在哪里呢？OK，很遥远的样子对吧？那这两幅图都表示哪里？我们来看这两个单词，大家区别一下。一个叫 county，OK，county、e, okay? e、就是我们啊这幅图表现的一个小县城，而 country 是我们的一个国家。它们只有什么呢？一个 R 的字母。 啊，支差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小小的 r 作用非常大，一个小县城有了 r 就变成我们的国家了，OK，变成了 country。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OK，有一个单词和一个短语，大家能不能够自己来填？第一个叫。 无数的、数不清的，对吧？那首先关键词，那肯定是跟这个数有关。刚刚咱们说一个单词叫什么？计算数，从一十到十，right？叫 count。那数不清的，结合一下，刚刚咱们第一张 best 学一个哪个否定后缀？对，所以说这个单词它可以叫做叫做什么呢？啊，yes，我听到正确答案叫 count。 less 对吧？刚刚学的 count less，这个 less 这个否定后缀。好，第二个算我一个，OK 啊一个短语。对吧？比如说明天啊是要去出去吃饭、啊，我说啊算我一个，我也要去干嘛？呢？就是把我给数进来，叫 count me in，对吧？把我数进来，算我一个，count me in。好，这就是咱们的第二组的单词。好，接着咱们来看第三组、The、，first one。 OK，fish、okay, 大家都很熟悉，对吧？我们的鱼啊，鱼有很多种啊，清蒸啊，对吧？这个红烧酸辣、啊、很多 fish。OK，我们的鱼。那我说鱼做好了之后会装在盛在咱们的盘子里面，对吧？端出来看一下这个单子，碟子对不对？叫 dish，dish。OK 啊，这里补充一下，我说 dish 对吧？我说洗碟子，复数后面加。 加 e s wash the dishes, wash the dishes, OK？好看，下面这个单词叫 finish 完成，对吧？我这样说，你要做完作业之后，大家才可以出去玩。finish。那这里 I will 要补充一下，我说 finish 在考试之中啊，最常考什么？如果是动词的话，要加 doing，OK？finish、okay? doing something，啊，finish doing something。 完成啊，什么事情？我刚刚完成了我的作业。I just, I've just finished doing my homework. I've just finished doing my homework. OK，这就是完成。那啊，如果你不完成的话，会发生啊什么后果呢？那你就要来接受我们的 OK 啊，对，接受惩罚这个单词叫做哦，我刚刚听见的同学读叫 punish。 Okay, it's wrong. 它叫做 punish, punish. Yes, 叫做 punish. 大家可能会说我们这个中文汉语拼音的影响对吧？pu 啊，拼起来像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思维，OK，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什么啊？对吧？把某人给扑倒了啊，但是他不读扑，他读什么呢？我说把你扑倒之后，你会发出什么样的状态啊？把某什么？ 啊,啊的一声，对吧？啊的一声，它的读音就类似于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很矜持啊，嘴巴不能张大了，我们要扁扁的叫 punish，OK，、okay? 惩罚 punish。Next one，OK，、okay, 有这个单词叫 yes with，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哈，对吧？它其实除了有还有很多的意思，那这里就关于有，我们来说一个短语，我说一个有着。

Next one, OK，女巫对吧？经常看外国电影就会发现这个单词“女巫”、“蓝巫叫”叫 “witch”。Yes, w h i c h 那我们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什么？叫《Harry Potter》。那我们不能说 Harry Potter 是个女巫吧？Harry Potter 是一个蓝巫。好，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蓝巫”这个单词叫 “wizard”。o k w i z a、okay, r d w i z A r d o、okay. k Wish，好，继续，我们看 next one，wish 啊，我希望做什么事情？一般在说希望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想到另外一个单词，yes，叫 hope，right？hope，H O P E，OK？hope，、okay, 那这两个单词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联系吗？我们说 wish 一般表达的这个愿望哈是。 不太可能实现的啊，打一把打叉。不太可能实现的，比如说，我希望我可以飞，不太可能实现吧。所以叫 I wish I could fly. I wish I could fly. 这里我们要用实名 which。那那这个 hope 呢，一般表达是可以啊实现的这个愿望。OK 啊，这就是 wish 和 hope 之间的这个区别。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单词叫做。 有同学告诉我，OK，有同学说叫 wise，有同学说叫 wise，那究竟是哪一个呢？啊，它叫做 wise，英明的啊，一个英明的人，一个英明的决定。OK，那怎么样记它是 I 呢？它是不是 wise 很像我们中文的这个 I，对吧？我爱你的这个 I。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说他很英明啊，心中要充满爱，所以说叫 a wise man，a wise man，OK、okay?。

光看这个中文就觉得很云滴了啊, wish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but if you wish the wish the witch wishes, I won't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OK,那这里很多wish,为什么呀? Okay. 因为这里包含了wish, 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省略掉了that的, think it's home for example, i wish to wish the wish that, uh, that you wish to wish. actually, uh, that. but if you wish the wish that the witch wishes, i won't wish the wish that you wish to wish. okay, i wish you were a fish in my dish. 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说我们这里 be 动词，OK，be 虚拟我们的 e n e OK，虚拟 which，好，看 last one，can you can can as a can it can can can，啊、uh,，你能够像罐头工人一样装罐头吗？那这里就是说的是咱们的 can 的用法了啊、uh,，can 的用法，我们 can 大家都知道叫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的 m o d e l v e r 情态动词，那这里这个 can 还有个意思叫什么？ 也是、yes, 叫罐头，而且这个 can 可以做名词啊，罐头动词装罐头，还出现了罐头工人 c a n n t 所以说 can you can a can a s、yes, c a n it can can a can。好，这、就是我们这一组，大家下还可以多多练习，对吧 o、okay, k practice makes perfect，会让你的这个发音越来越好的。好，我们看第三组，第一个单词叫 round，OK，、okay, 看一下这个单词叫 round。 Yes, follow me round 啊！大家看我的嘴型是是嘴巴也张得非常的饱满，就非常的圆 round。OK，我说某人一张圆脸 a round face 啊，一张圆这个圆的桌子 a round table。OK，下面个单词叫 find，对吧？首字母 R 换成了 F，叫 f o u n d o k、okay, f o u n d 那 f u n d 这里的话，OK，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 建立啊，建立一所学校，建立一所公司 found, <is> good,，found a school, found a company。那第二个，它还是啊，单词 find，OK，、okay? 找到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对吧？我找到你呢，OK 啊。所以说，同学们以后要是出现这个 found，要首先理解它到底是找到还是建立的意思啊，就是 found。看下面这个单词叫，OK 叫。 Sound，对吧？Sound，我们就要说 That sounds great 啊，听起来不错啊，可以做动词。那后同样可以做名词，跟听有关，是我们的声音啊。大自然的声音可以叫 Sound。Next one, that is OK. S 又变成 P 了，后面不变，叫 Pound。 OK，pound、okay, 很像我们的中文叫某人胖的，对吧？那跟这个胖体重也有关。这个 pound 首先它可以做我们的什么呢？这个重量单位。比如说啊，我计划这个月我要减几磅啊，减几磅。OK，我说 lose 啊，lose five pounds。I plan to lose five pounds，减几磅。OK，lose、okay,。 Five pounds 啊，pound 后面加 s，lose five pounds。那第二个它可以表示我们这个货币单位英镑，OK，英镑，这是咱们的 pound，pound。OK，next、okay, one，继续来看，看一下这边叫，yes，round 前面加一个 a 叫 around，a 在很多单词前面啊，表示一种状态的意思，对吧 round 是。 圆的，比如说 walk around，我走走一个圆圈，对吧？就是围绕着哪里走了啊,啊？Go around，啊，run a round 都可以这样加。Next one，OK，Are you 在 r u n 的前面继续加了 S U R，同样也是跟我们的核心单词 round 有关，叫围绕 surround。Follow me，surround，OK，、okay, 围绕。 我们说这个城市被山给围绕了，可以怎么说呢？这个城市对吧？The city 被围绕，我们就要用被动，i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啊。The city i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被群山围绕。OK，下面这个单词，啊，那在 surround 后面加了 ing，surrounding 啊，可以做形容词，周围的，也可以做名词。 周围，比如说周围的区域，the surrounding area，the surrounding area 啊，周围的土地，the surrounding land，OK，、okay, 周围的。好，继续看啊，这个单词大家很熟悉 r u n 的前边加一个 G 叫 ground，yes，ground，、yes, 地面。OK，我们有一个单词，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叫 play。 Playground，playground，Play 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啊，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啊操场，操场。第二的意思是什么呢？同学们去玩的游乐园，OK 啊，游乐园啊，playground，play 玩的地方，对吧？操场、游乐园，OK。好，继续我们看下面这个单词叫。 Group, yes, group，注意下读音。Group，我们说班上有几个小组啊，小组的意思。Group one，你们说 group one，group two，group three，group four，小组。Next one, OK,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叫地下地面，ground under 就是在什么的下面的意思。 Underground，同样，Underground 还可以引申为什么呢？我们地下一种交通工具叫，yes，叫地铁，对吧？Underground，那同样，我们地铁还可以叫 Subway，right？S U B W A Y，Subway 还可以叫 Metro，M E T R O，OK？Metro、okay? Subway、Underground 都是地铁的意思。 好,这就是咱们这一组, okay,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 a small group of kids are having a picnic in beautiful surroundings. There are lots of flowers and grass around them. They sit under a tree where they can hear the sound of birds. And they get home by underground。<noise>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A small group of group 小组，a group of 一组，一小组的孩子他们 are having a picnic。正在干嘛呢？看一下这幅图。 啊，对，看一下有吃的，在公园里面野餐，对吧？正在野餐在哪里？In beautiful surroundings，在漂亮的环境里面野餐。There are lots of there be 句型，这里有 lots of 有很多，啊，有很多花，还有草。Around them, 刚刚讲了，围绕着他们。They sit 他们坐在哪里？They sit under a tree，他们坐在树下。Where they can hear the sound of Bates，在这里他们可以听见鸟的叫声，对吧？鸟叫声，然后呢？And they get home by underground。他们最后回家怎么回家的？Yes，by underground，对吧？我说交通工具，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前面用 by，刚刚讲吗？Underground，地下的什么？对，地铁。Underground，刚刚还讲了地铁可以叫什么？Yes，metro。Yes, metro and Subway, okay. Metro and subway. 好，这是我们这一组这一组。好，接下来我们看 next group. Okay, the first one. 好，我们看这组单词。Okay, 饭. Okay, 一日三餐，饭叫做. Yes, this word meal. Follow me, meal. L E A L. 我们说吃饭就可以叫 eat a meal or have a meal, 吃饭。一日三餐呢? We have three meals a day. We have three meals a day. 饭。OK, okay, next one. Yes, 这个单词,诶哟,变成了 n 叫 mean. 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搞不懂。What do you mean? Yes, what do you mean? 你的意思是什么? Next one，are m、啊、e a n 后面加了 ing，就把它变成了啊，动词变成了名词，意思 meaning 啊，我搞不懂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Okay, next one, meal 首字母 m 变成了 r，that is r e a l o k a y r a l 啊，OK，real、okay, 什么意思呢？表示真的啊，是真实材料的，并非虚假啊，并非人造的。我说，哇哦，这个是真的枪嘿、欸，真的枪。It's a real gun 啊，枪叫什么呢？叫 gun。They are real guns，他们是真的枪哈。They are real guns。OK，next、okay, one。啊，这个单词叫。 realize realize 叫认识到意识到啊，这个单词同样有的时候也可以写什么呢？s 变成啊 z s 变成 z 两种写法都可以。realize 好，我意识到我错了。I realized that I was wrong. I realized that I was wrong. 我意识到什么东西？realize. Next one. OK，看一下，在 real 后面加了 ly，我们都知道 ly 对吧？在很大的情况下，百分之八十情况下都是一个副词，这里就是 really，真实的、真正的 re iling, okay, really。OK，really。Next one，看一下这边，OK 啊，跟我们吃的有关对吧？Meat 啊，我们吃的肉对吧？Meat。 一片肉，a piece of meat、哦、我们的肉是不可数的，OK meat。Next one，这个单词对吧？它也读 meat，但是我们看一下两个 meat 之间的区别，一个是 eat，对吧？吃跟吃有关，是肉。那这里是两个 e，它也读 e，两个 e 像什么了？两个人，对吧？他们两个人，OK 怎么样？两个人相遇了。 对吧？第一句话就会说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K，好，我们接着继续看一下，在 meet 后面加了 ing，那两个人相遇之后，他们又正在干嘛呢？OK，正在开会 meeting meeting。我们说开会就可以说 have a meeting. Yes, follow me. Have a meeting. OK，开会开会。 好, okay? i was really hungry and realized that it was time to have a meal i uh, really 我真的, hungry and realized it it was time to do 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 so uh, have a meal,对吧?吃饭的时间到,也可以说 eat the shi jian dao it's time to go to bed. it's time to go to bed. and the next word, after the meeting, i told my boss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his meaning. After 在什么之后，在会议之后，我怎么样？I told my boss. o k t o l d 的这个单词是 tell，对吧？告诉的过去式，我告诉我的 boss 啊，我的老大、老板什么呢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his meaning. 我没有明白啊，我没有搞清楚他的这个意思。OK 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Okay, I was really hungry and realized that it was time to have a meal. After the meeting, I told my boss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his meaning. 好,这个啊,就是我们啊, okay.